啊，一送一拧，它是一个交叉立圆，立圆摇臂 ，OK， 搞定。好，先说清楚轨迹。第二个点很重要的，这个动作必须从旁平位开始，手从旁平位开始。第二个要点 ，OK 吗？好，先记住这个，一会儿再说。好，先说那右面的大倒花，主要画的就是谁？右手，走，下旁上旁，摇臂回来，是不是这概念？走，下旁上旁后手，这什么摇臂？后摇臂，后摇臂先什么身法？这叫什么？转身拧身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这个地儿就别送背了，就是拧身回来，是不是这概念啊？那我要严格的说，就是拧身送点背，是不是这过程哈？所以要先拧就会快，你要在这儿给我什么搞些送背，你就慢在这儿了哈。所以手臂经过平，走下旁上旁，拧身回手，下旁上旁，拧身回手，回到什么旁 ？OK， 很好。就是右手的轨迹，那左手得配合他一下啊。左手配合他一下，那我们就干嘛呢？左手在下，那右手应该在哪？按理说应该在上，是不是？但他在平，他上去也很怪，所以他干嘛呢？他从他的肋骨这儿穿过去，左手穿什么肋？从左肋穿到右肋，那等着他下去了，旁上有没有？哎，上下出现了，平有没有？走，上下走，摇臂回，哎，他就这么个轨迹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就为了等这个左右手从下旁到上，完了你这个左手好穿胸刺肋下去，他上去他正好什么下去，哎，练这左手，走，穿胸刺肋下，穿胸刺肋下，手背穿胸刺肋下，这是什么大爆球？是不是老大了这球？对了啊，六七走，穿胸刺肋下。穿胸刺肋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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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这过程哈？两手慢做，走，穿胸刺肋下，摇摇 ，OK， 走，穿胸刺肋下，摇摇。穿胸刺肋拉平下手摇呀摇，穿胸刺肋拉平下手摇啊摇，穿胸刺肋下手乐奏摇呀摇啊、嗯，清楚了吧？大刀花就出现了啊、嗯，就出现了。好，没完事儿啊、嗯，这么简单能完事儿吗？啊，没说身法，大刀花要有一个绞上去的感觉。我现在这都是朝哪做？我都朝前做，所以这个地儿在你前面动作不变的情况下去几点？八点，拉开，二点，回。哎，是不是有个面儿的拧？身体有个拧，就没有复杂了，就很简单，就这么点事儿啊，就这么点事儿。所以是胸前立圆，拉到上下啊，这个地儿是这样平着准备。可是摇臂之前，你们别在平那儿等着，起。走你，哎，在什么地儿等着？指天指地那儿等着 ，OK 吗？再来一次，六七走，回身走，回身走，回身走，完美，够了，嗯，反面，自己想，自己想，嗯，平着准备，那边是穿左，那这边呢？穿胸刺肋下手往右拉到左摇臂，出哪个手？走下儿啊，走下儿啊，走下儿啊，搞定 ，OK， 很好。但组合里没左面，组合里没有左面。回去自己练一练，别练得跟残疾人似的。组合里边只有右面啊，只有右面。好，这是圆形加脚了，这里有变化。嗯，先说脚，我先不说手啊。这个圆形说清楚了，一会儿我说脚上加变形怎么处理啊？一会儿有节奏的变化。我们在哪儿？这是掖步。要想解掖步的，先干嘛？踏步，得先蹬回来，是不是哈？解掖步，走，
什么地儿？旁点地，是不是哈？旁点地，然后但是这个旁点地不能扎实，这个旁点地是个八搭，然后一左脚必须要上去变成踏步蹲，所以七八搭一，一得踩下去，是不是这概念哈？再一次从一步走，八搭一，哎，上去六七，走八搭一，哎，再来一次七，走八搭一，再来一次，一步收蹬下，不要立，主力腿不要立，哎，再来一次五六七，走收蹬下，哎。所以这个不是说故意非得在这小舌眼踢一下，没有，我只不过是那个腿啊是经由这个位置上下，哎，因为我下了，所以感觉我好像往上翘了一下，这没有踢，不要特意做这事儿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七，走收蹬下呀，旁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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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吗？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步伐是什么？下呀，旁点，下呀，旁点。只不过前面我加了个连接 ，OK 吗？好，那我们说怎么把手配进去？掖步到这儿了，好，没有大刀花。第一个直接接摇臂，摇臂是不是得拉平？是不是得拉平？因为下面一下脚就要接大刀花，先接这个连接口哈，这口特碎。六七。八哒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，就看这鼻子挺死啊，一二三四，抬脚，五六七八，摆好了，走。哎，别给我抬膝盖，舌眼关上了。对了，再来一次，从这开始哈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，二三平的，五六七平的，不要着急下，八要待一下，一才能下，想明白了吗？哈，所以我们有个位置在哪儿？起脚走。一二三四四，小舌眼你阿迪丘干嘛，不要离那么高，一点点，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和几下？一和五下，四跟八做准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一点，清楚了吗？一和四下哈，那八就是一抬腿一准备。小舌燕一点点就可以，好，拉长一点。然后这里边还有个问题，就是说快速做摇臂的时候，眼睛跟不跟手？不跟，但是眼睛得跟谁走？眼睛得跟着拧走。你不能这样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啊，所以他跟着拧走，就是横着就完了，就不用干嘛呢？迷糊了，是不是这概念哈？所以这就是这样的，七走，看慢，看看我做，别做下。拉，是不是？我这一回身我就回来了，这就不用跟着绕那里圆了，要绕完你就晕菜了，是不是这概念哈？准备，五两七走，八点二点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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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八点
2.18.1，好低啊，嗯。然后这里边强调个点是这样的哈，你们有个毛病，你们是这样的，你往上挂干嘛？抬下，它是持续向下的，是不是啊？往下压，这是什么？压嘞，打黑，压嘞，打黑，下嘞，打黑，下嘞，打黑，是不是？我们有一个往上的动势，下再下回来，哎，看六七六七。大下呀，旁点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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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就这么个玩意儿？把手加上，六七走下呀，旁点台下呀，点台下呀，旁点台八点二点台八点二点台八点二点台八点。二点台，好，大刀花最容易丢的就是在两次连接中间的那个平，啊，手一定要经过平，你们一做顺就容易弹了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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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见，这残疾人，啊，啊，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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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一定要有那个穿胸刺肋那一下 ，OK 吗？好，然后变化是什么？哈，上步下脚就做一组。六，咱们在这掖步，衔接走一个，衔接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没了。接下来姿态斜腰，送脚左右左，右左，是不是一延长一上步啊？六，在这儿按左。后来八大，这有大刀花吗？没有，这只是接了个什么东西。这叫什么摇臂？什么摇臂？后摇臂。六七走，顺势走，后摇臂。好，大刀花出现了，大刀花呀，拧身下，大刀花呀，拧身下。后变成什么？第三个变成什么？前点，大刀花呀，转身合。哪个手在上？对，因为你这个是不是大刀花？右左，左手后过来的，合在后，是不是？合在后，左手在上，那左手从后往前又拉到平，哎，开始都不贴腿，不贴耳朵了哈。而且你的大刀花是这样，大刀花呀，底下呢贴着身体走，想明白了哈。所以这就变成什么呢？延展，左面一个并腿起。右面一个合回来，哎，这个地儿旁提倒下去，在这个位置上搞定了吗？哎，就变化一组步伐的，一组左一个右一个回来的，想明白了吗？哈，准备五六七撤脚，摇臂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后二三四五五，这手得从几点起？那是几点？六点，六点拉回来，是不是？因为你前面这个，你往八点去，你这手不也是六点起的吗？是不是？六点到几点？二点回去还得干嘛？六点到二点再转，是不是这概念？哎，都是斜线，想明白了吗？准备，五、六、七，摇臂，撤脚，摇臂，哎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没了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看前面，别低头，对吧？旁边重心在哪个腿？右腿，右腿多一点，哎，不能完全的，是不是 ？OK， 挺好的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没有，还有，总想着完了。两七，撤脚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对了。
这不错吗？挺好的。这圈动作最恶心就是在那个口，就是那个摇臂下啦啦滴当哈。然后这节奏还是什么呢？大刀花是慢接快，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别猛。二，哎，因为第二个要倒重心，第二个别猛，你第一个可以猛点，你啦啦啦滴啦，嗯，啦啦啦滴啦，别猛，嗯，对，你就得憋住，别俩都猛啊，别嗨了啊，顺了，开心了，会做了，唰唰憋死在那儿就过去了 ，OK， 再来一次。手脚，别猛，别撅屁股，不用倒那么多，一点点。OK 了，到这儿哈。好，这是几个变化，两个变化，踏步旁点，踏步旁点，对吧？然后什么前点，前一个。并步接后一个大刀花，两个脚下步伐的变化是不是好？